起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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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敌风火轮。哟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飞象，今天我们来玩一只神奇的手啊，是的，没有看错，这个画面中只有一只断手，而且它的操作模式呢非常奇怪啊，只能左转右转还有移动。然后呢，这个地图好像是在一个厨房里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厨房有什么好玩的。哎，我们往后走看看，好像有把刀，好像把刀的样子，只能右转，它并不能刹车。好像还可以推动它的样子。哎，旋转，我是不是能把这东西给推下去？我们还能单独控制每个手掌哦，我就这么起飞了。这个厨房看起来很小的样子哦，掉下去之后怎么办？掉下去之后是不是就没了？哈哈，这是个什么游戏啊？哎，我是只可爱的小手，然后呢，我们这边能单独控制每一根手指，看到没有？单独控制它起来啊，被我们选中的手指就变成红色。哎，为什么两根连着一起来啊？这次换成这个手指，所有手指都翘起来。哎，我们把所有的手指全部都翘起来，然后这个颜色也给它翘起来，移动，冲呀，冲呀，它能不能再起来？哦，我们按空格还能跳，直升飞机吗？这是，哎，这个也太奇葩了吧！而且我们一下来，哇，多么魔性的手指旋转跳跃啊！这个游戏还有很多地图，让我们来玩下面一个地图。哎，这次猜看我们在哪里？没有错，我们又回到了最近一直来到的厕所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玩的厕所游戏特别多。这次的话，我们直接跳跳跳跳，还是我先不要，这次不要下去好吧？我们直接翻滚一下，翻，别，呼！我现在好像彻底迷失了方向，然后掉个头走，好，起来，跳起来，我又想直升机飞起来了，而且我还可以爬墙的，这是个什么游戏？我还卡在墙里了，我这是手手卡在墙里了，这是个什么情况？我们能不能控制一下这只手指把它给抬起来？好像不行，它真的是卡在了墙里，但是我有办法跳起来。好的，那么现在我恢复了正常，这次我们直接冲，然后这里有个人，这里有个人怎么办呢？我们调整一下，哎，给点纸吧，他会不会吓一跳啊？你说如果有人在拉屎，然后突然一只手伸进来，下面是封闭的，这样不太好，这样不太好。转弯，然后可以问他要点纸。我们比如说可以控制这个手指，我们控制哪个手指？控制这个手指吧，然后可以给他抬起来，来呀，给点纸呀。我们可以甚至说可以把它抬起来之后，把这两个键取消掉啊，我们就可以这么移动它了。冲呀，然后还可以跳起来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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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游戏最厉害的就是手能变成直升机给它起飞。好了，这游戏又变 bug 了，这是个 bug 游戏吧？好，我们再玩一个地图。哎，对的，你没有看错，这次我们来到了高尔夫球场，我们只要按下空格键，它就会自动翻过来。这个玩法的话，我们试看能不能打高尔夫，先把这高尔夫给弄下来。好的。弄下来之后，我们瞄准有没有洞洞，用手打高尔夫。我觉得手可以直接推高尔夫，是不是不用打？我们把它推到终点怎么样？推呀！别下去！它的操作习惯并不是 WASD， 它需要按着一个特殊的键。转，把它弄下来。好，倒，快倒！好，倒下来了，很好。我这手里插了个棍棍，是怎么回事？差了一个球棍，别，旋转，别，你别出去，完了，这手出去我就不想玩了，这手要是出去就太难控制了，哎，控制好，这么玩，还把它转过来，来，你怎么不听话呢？这个球球，好，看我，接下来就展现真正的技术的时候了，我要把这个球推到洞里。我要把这个球用这个手推到洞里，它的推法必须得非常小心。你看，不要像刚刚那个球一样，我们得控制它的角度，控制它的角度。不能！起飞了！有希望，有没有希望？不要动，不要，球球不要滚太远，
左转把它敲回来，哎，控制方向。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完了，完了，他进了一个不该进的轨道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呢？那就直接冲过去把他给顶出去啊！你看，我们应该把他打到那个洞里，但是他现在却在这个洞里，去去去去去！哎呀，这也太难控制了吧！好，好，这个方向没错，走起来，走起来，走起来！哎，我让这个球走，没让这个手走。转弯 ，OK， 推他，推他！哎哎哎哎哎！我想到个办法，我们把所有的手指全部翘起来不就好了吗？对不对？全部翘起来，全部翘起来。好的，好的，这么推它怎么办？这么推它不是好推了吗？但是全部翘起来，我感觉我的手要起飞哎，是吧？我的手全部要起飞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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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别别别别！转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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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转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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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玩这游戏我心态爆炸了，哎呦，哎，转弯不是让你下去，起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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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敌风火轮啊！好吧，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手掌摸起呢就玩到这里了，太蛋疼了！这个游戏居然要花了我6块钱在 Steam 上啊！这个游戏立马卸载，好吧，拉黑拉黑。那么我们今天游戏就玩到这里，各位小伙伴，让我们明天不见不散。拜拜。